系，我系 Wing Kong， 大家好。嗱，首先我咧就代表光复香港广场嘅手足，多谢阿钱志健先生咧就帮我哋推广啊，同埋介绍光复香港广场。嗱，而主要嘅原因咧就系近年咧就有唔少手足咧就嚟咗多伦多，但系咧就唔知道有光复香港广场嘅存在噶。至於光復香港廣場咧，就只係一個地標嘅名稱，就而唔係一個組織。OK， 咁咧由喺2020年嘅開始咧，廣場咧就搞咗好多嘅集會。嗱，所有嘅集會咧都係由光復香港廣場嘅手足自發嘅，所以咧我咧就藉著今次嘅直播。咁就想講下光復香港廣場。嗱，首先第一，光復香港廣場咧就位處啊多倫多嘅北邊，就坐落喺啊曼錦市裏邊，係喺 Kennedy 及 Steele 嘅交匯處。大家上網咧登入啊 Google 咧，就可以睇到光復香港廣場嘅正確位置。嗱，第二。光復香港廣場每年有幾個特別日子嘅集會，都係有固定嘅日子同埋嘅時間，係唔會改嘅。嗱，首先咧，每年嘅6月4日咧就有無忘六四同埋無忘香港2019嘅集會，期間咧係有燭光悼念同埋有獻花，而集會嘅時間咧就喺晚上7點至9點。另外咧，六月份咧就有多个唔同嘅日子系搞反送中嘅集会以及大游行，时间咧就都系安排4點至6點嘅。嗱，到咗7月1日咧，就有个爱国爱港71大游行嘅集会，游行嘅路线咧就环绕光复香港广场，继而喺7月21日有721唔见人嘅集会。以及8月31日有个831打死人嘅集会，而期间咧就安排咧就有献花嘅。嗱，而家以上几个特别日子咧，每年嘅集会时间咧都系安排咗喺4點至6點。第三，以上几个特别日子咧所搞嘅集会嘅目的咧就只有一个，今日咧喺香港嘅手足唔能够做嘅。我哋海外嘅手足就帮佢哋做。今日喺香港手足唔能够发声，我哋喺海外就帮佢发声。OK， 话俾佢哋听，我哋冇忘记佢哋，亦都冇放弃佢哋。嗱，如果大家手足认为香港系我哋嘅家，甚或香港系我哋嘅国，只要手足有时间嘅配合咧，大可以按照以上嘅特别日子同埋嘅时间就出席参与我哋嘅集会。多谢晒。